我排队的时候才发现一个问题，这闸机上怎么还有一张身份证呢？海南的环岛高铁，有着高铁出行方便不少。我把刚才拾到那张身份证交给了检票员，希望那位去白马井的哥们儿五一旅行工作愉快。海口这边商场的小吃城，来一碗零水酸粉，13块，自己吃也不错了，毕竟商场里边不可能有多正宗。我在零水那边吃要比这还价格差不多，但是料更丰富一些。天啊，10:30落的航班变成了10:30起飞，现在已经快凌晨4点了。海口这边刚降了好多延误的航班。就说五一，火车票买不到，买机票总行吧？机票时间好也可以，贵点贵点。是，大家都这么想。但是你架不住航班延误，今天是全国各地航班大面积延误，特别我们东北那边下了一天的雨，哎，搞得身心俱疲。Thank you.